派去拜阿庙君为师吗？无错，是我派去监视阿庙君的行动。为什么你不用我提起此事呢？因为我恐怕我的观察有错误。如果我事先向你提明此事，而阿庙君并无反叛之心，那你岂不是会责备我自作聪明？无害之灾共有五位，为何你会选定阿庙君，而不选定其他四位呢？我最初一向以做这位中，亲情放在之后。照理讲，我不应该安排冤屈在阿庙君的身边。毕竟阿庙君也是我亲伯的大兄。我知影你阿庙君当是欧阳世界秀逸，今日的命冤屈，杀死你的大哥阿庙君，这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。我有讲过，我一向以做这位中，任何人只要阻碍着咱的机会，只有死路一条，就算是自己的亲人也不例外。真是不枉费我栽培你，只可惜害恁兄妹互相残杀，我也问心有愧。哎呀，但是无安尼做，咱的机会也无法达成。既然你仍可以阻止这杀死你的大哥，那你也应该可以为阻止再牺牲你今日，或者中虎。你的意思我未当了解。本来我是想讲得到别人不死之脑之后，再以你商量此事。既然今天有这种的机会，那我就坦白向你说明，除了别人不死之脑，我也想要送一双楚中相思之手，可以欺骗你。楚中相思之手，意外丈夫今日有何牵连呢？当今的武林，只有三个人有一双楚中相思之手，第一位就是你的丈夫剑宗行，第二位就是你的今日花红粉，第三位就是林剑碧河。因为林剑碧河至今尚未出现武林，所以我几乎将目标放在剑宗行与花红粉的身上。我知影，真有罪事的真为人，一名是你的丈夫，一名是你的家人。可是你自己讲过，为了阻止亲情放在之后，不管什么人，若是阻碍咱的机会，只有死路一条，就算是自己亲人也不例外。现在这双楚中相思之手，就是等于阻碍着咱的机会。希望你能用在杀死你自己亲大哥阿庙君的笔力，用在花红粉或者剑宗行的身上。一次我就回告王坤了，我只要看到这双楚中相思之手，就。老师，让我杀了白骨灵车这个监督之人，助手，你不是他的对手，你静静听我讲吧。孟魂老几次，我看你如何处理这
叫苏金，又有楚中相思之秋。那我就相信你对我一片的忠心，又无楚中相思之秋。那你就必须交出彼个眼，然后再背上你的性命。啊啊啊啊啊啊林大高士，吾尊招兵买马，可待三省会势力。吾尊特别乌色是非，吾尊吗？也是，此人不可忽略，派人监视着三省会行动，必要的时阵先下手为强。是，皮特干是不是有消息呢？我还起了内乱。暗流军被基督完我所杀，皮特干失踪。暗流军的徒弟现在在何处？蒙混脑，这是不是暗流军叫伊徒弟安尼做呢？此乃杀死九泉之策，团领下去，大队进攻蒙混脑，我却完我。遵命。